六毒，戴震，这守天经，朕要你们尽心保护幼主。当朕带圣兵回来。好了，大家不要再哭了。遵天王诏书，奉幼天王登基，这样才可以安天经人心，才可以安太平天国天下人心。幼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洪丞相，洪丞相，啊，怎么样？你看，青妖在挖地道，他们在用炸药攻城。挖地道？掘地工程本来是我们太平军独创，他们反倒学会了，用来制服我们了。我们还能守多久？全城不过30000人，能战斗的也就3000-4000人而已。援军要是再不来，我看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。如果敌人攻入城中，我将带人死守死拼。秀成，你带着人冲出一条血路，带领全部精壮冲出去。你能保住幼天王，就是你的大功。你们杀奔江西，去找找干王吧。我与天国共存亡，是早已想好的事。你带着幼天王先走吧。你比我有用。太平天国可以没有洪玄教，但不能没有李秀成。忠王，忠王，天王晚年办事糊涂，委屈你了。就看在太平天国的份上，我代天王向你托孤了。天王从前对不住你，今后会在天上保佑你的。丞相放心吧，李秀成为太平天国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。弟兄们，抓活的，谁抓住就赏给谁。太平天国的姐妹们，我们天国见！天国见！
不该放火烧城。那天王府造的比北京的王府还精巧，留下来不好吗？哎，这你就不懂其中的道理了。三天，湘军把南京城洗劫了一空，那不是处处留下把柄？一把火烧了，知道是战火还是放火？一把火烧为白地，也就一了百了了。你不是在找传国玉玺吗？找到了吗？没有，看样子叫他们带走了。我们抬着洪秀全的尸首出城干嘛？臭烘烘的。哎，给大哥看呢。大哥要亲自勘验过，才能够上奏朝廷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太后听说南京城攻下来了，第一件事儿就得问洪贼的下落，死活得有个影儿啊。可惜叫右天王跑了。不能说跑了，跑了谁都行，跑了右天王，功啊就折损了一半。那怎么搪塞？就说在乱军中战火烧死，这事儿连大哥都不能说。日后万一右天王在哪儿冒出来，咱们可是欺君之罪。嗨，那也只是失察而已嘛。关键现在要奏报全功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，什么都敢为啊！哎，大哥同安庆动身了吧？动身了，明天就到。那得赶在他到来之前，你马上回家一趟，啊？那是为什么？你让我押送那些黄白之物，也用不着这么急呀、啊。哎，必须赶在大哥到来之前运走。我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，原来你也有怕的人呐、啊。大哥是最反对贪欲的，他每年光养廉的银子就20000两，可每年烧到家里的用度还不到1000两，全做了善事。你是怕大哥不饶你，对不对？我不怕他。其实他心里什么都明白，别的我不知道，我管的各个营那都是公开的，攻下一个城就抢他3天，3天之后再抢，抓住一个杀一个，我得对得起弟兄，弟兄们打仗的时候也得对得起我。你不怕大哥？你敢打开箱子，让他看看你从金陵弄到了多少东西？其实银子我倒没弄多少，我从天王府里弄到一批古玩字画，那是无价的财富。我得见大哥一面再走。不行，我倒是不怕他知道啊。你以为大哥不知道你我都干了什么吗？我是为了让他心静啊。如果一旦外人知道大哥知道我们的底，就有人去参他，我是不怕的。那好吧，我先押船回乡，我倒也想家了。咱们到底打下了南京，大哥曾经说过，如果李鸿章聪明，他就不该参加金陵会战。李鸿章真乖，果然没来。他给我来过一封信，他说的再形象不过了。他说呀，卧榻岂容他人窥视，禁脔岂容他人靠近。他明白地告诉我，他宁可冒抗军命的危险，也绝不到南京来与我争功。啊，不愧是大哥的学生，有大哥的君子之风啊。是从明太祖做陪都的时候起修建的一座名城啊。兵险毁城，古亦有之嘛。这不是我们的过错，是长毛的过错。右天王的尸体找到了吗？有了洪秀全的下落，我们该好好写一份奏折了。啊，宫女都指认过了，都烧得呀木炭一样，哪能认得这么准呢？你就放心吧。查不实，不能奏报。万一有误，事后再冒出个右天王来，我们可是犯了欺君罔上之罪了。奏报上可以写明，
据韦天王府宫女某某指认，万一出事儿，我们也没有责任了。我们谁认得出右天王长得什么样子吗？那总该雇人把尸体掩埋了。天这么热，南京不是成了一座臭城了吗？是。大约要雇20,000民夫。 也要埋3-5天。李秀成还没有抓到吗？抓到了，城破之后，他逃跑了，叫农夫们把他抓到送来了。现在挺子营啊，正从方山往这里押送呢。好，捕到李秀成。 才能算全供，哪怕是个死的。此人在，发匪不能算当平。说不定哪天又死灰复燃，他们又会军声大振。我们说不定又要花费几年的精力去进剿啊！我已经实在是疲于奔命了，已经12个年头了。 多有趣啊！历史把一个小翰林造就成了一个征逐沙场的元帅。你说，将来写清史时写我的列传时，我该在武将系中呢，还是在文官系中？嗯，<笑>大哥呀，你既不属文，也不从武，恐怕在王者本纪中。你胡说些什么？ 这有什么可怕的？先锋皇帝在位的时候，他就说过呀，不管是汉人、满人，不管是出身贵贱，只要能起兵剿灭长毛的，攻破南京，封王。朝廷该不会食言吧？以后千万别在别人面前再提此事。现在，我们已经到了树大招风的时候了。树高千尺，逢必摧之。 你自己还找事？当年，大秦皇帝说这事的时候，是发匪猖獗，朝廷震荡之时。现在时过境迁了，他们怎么能够把王帽子往异姓人、异族人的头上戴呢？哎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替他们卖命啊？我们曾家还搭上6个一条性命。 起兵以来，湘营中有多少大将阵亡了？岂止是我曾家有子弟喋血呀！大哥，我记得那年陈玉成送还6个尸体的时候，好像言语之中有劝你拥兵自立的话，是吧？大哥，我记得清清楚楚啊！住口！走。 到那边看看去。大哥，写首诗吧。大哥是美圣必有诗性啊。穷天下利。 此金汤，昔在将士，来者无望啊！大哥，大哥，李秀成押到了。哦，大哥，这不是立了全功了吗？是啊，<笑>到时候把李秀成劫往北京，朝廷就再无忧了。 最后一只猛虎终于关到牢笼中了。大哥，明天你是不是亲自审呢？明天，今晚马上审。掌柜，再等一。是。
你就是李秀成吗？我是李秀成，是那个叫你们睡不着觉的李秀成。现在我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不一定吧。康王王海洋、世王李世贤、福王陈德才，还有尊王赖文光，他们都是手握重兵的大将，他们还会叫你睡不着觉的。你没有想到你们太平天国会垮得这么快吧？我想到了，我从苏州陷落那天起就已经知道太平天国支持不了多久了。既然你知道，为什么不力挽狂澜呢？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天朝有许多失误，这些失误是一天一天堆积起来的，到了积重难返的时候，谁也都无能为力了。来呀，把他的手铐脚镣去掉，让他坐下。你们都有些什么失误呢？占了天津之后没有倾全力北伐，这是重大失误。杨威之乱，杀人过多，这是失误。石达开出走，这是失误。信任洪姓族人，这是失误。烂封王居然封了2700多人，这也是失误。你是个头脑清醒的人，你认为你们太平军残部还能恢复到全盛时期吗？右天王洪天福贵成功的逃出了，李世贤、洪仁干他们拥他为王，可我看太平军已是强弩之末，不可能再有从前的盛世了。你大胆胡说，右天王已经被我们杀死了，连宫女都指认尸体了。他在与不在都一样，太平天国已不可能东山再起了。李秀成，你既然认为太平天国已经灭亡，太平军的残部已是强弩之末，那你能亲眼看着他们无畏的牺牲毫不心疼吗？如果曾中堂能保证保全太平军的性命，令他们放下武器后能够回家安居乐业，我愿意出面去解散他们。当年我审陈玉成的时候，倒是我先向他提出让他招降旧部，可是他说他之所以有价值，是因为他浑身上下有太平天国人的浩然正气，有天朝人的硬骨头，如果他降了，就像一条抽去脊梁的哈巴狗，天朝人会唾弃他，他的名字会让人恶心。他去招降，没人会来。今天你又说你能让你的余部放下武器，究竟你们谁说的对呢？都对，此一时彼一时。现在是天国穷途末路的时候了，谁都会看得很清楚。不过我要去皖北江西去招降他们。
你是我敬重的人，也是通情达理的人。我不再为难你，不再一次一次提审你，不过你是否愿意原原本本地写一份笔录来呢？谢谢中堂给我时间，你如果不提起，我也会有意地冷静下来，思考一下天朝十五年来的是和非，共和过。我不为我自己，我是为给后人看。好，我给你安排房子。国权，不要锁着他，把饭菜安排得好一些。是，曾中堂，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不知可否？说吧。我有一个未婚妻，叫石一阳，她是和我一起被俘的。我希望你们能够善待他。这请放心，我会允许你们经常见面的。这曾国藩可是功大如天呢，长毛到底还是败在他手里头了。我琢磨着也不能亏待了人家，不能叫天下人寒了心呢。回圣母皇太后，臣与军机上的大臣们商议过了，大家都以为曾国藩虽然功大，但他不易封王，咱们不能破了组织的先例，不是？那封个什么呀？封了侯就可以了，这也是汉人们前所未有的荣光。这是个虚封，再给他个文化殿大学士，时授两江总督，我看他也说不出什么了。长毛也平了，可是曾国藩手上还拥有十万精兵，再加上左宗棠、李鸿章，若是他们合起股来，终不是件什么好事儿。是不是该叫他把兵权交了？这现在就让他交出兵权，恐怕为时尚早吧。哎，我郡的齐俊藻上过一折子，说是曾国藩少年时候啊，就题写过反诗。那是过洞庭湖时所作，有“直江云梦吞如芥，未信君山产不平”这样的句子。哼，好大的口气呀！他要吞洞庭湖与咱们有何干？又没说要吞下大清。哎，这最近在朝野之中议论金陵官库财富之谜，流言可是越来越多了。偌大一金陵，我就不信库中一点存银都没有。哼，是不是他们乡勇自己个儿抢光了？朝廷不还指望着他们呢吗？那可不是。哼，到现在，朝廷还欠着湘军的饷银500万两，拿什么还呢？连官员的俸禄和养廉的银子都拿不出来了，可曾国藩却上报说伪都中只有私藏没有公款，这鬼才信呢。哎，这也是说不清的无头案喽。哎，我呀就是担心怕剿灭了一个洪秀全，再出一个曾国藩，这可就坏事了。你过于担心了，曾国藩这人大行皇帝都说他一生克己自持，谦退为怀，我看他不是个乱臣贼子。虽然这样，但也不能不防啊。他屡屡誓词入奏，铺张战绩，咱们怎么能说他好呢？光是一曾国藩倒也罢了，再加上一左宗棠，一李鸿章，我总感到不是个事儿啊。哎，奴才可看过曾国藩的讨粤匪檄，在他字里行间根本就不是要保大清朝，他是保那几千年的名教嘛。什么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泉啊，这孔子成了至高无上的了。曾国藩呢，这人名气大了可不好，我看
咱们不如利用他跟左宗棠之间的矛盾互相牵制，逐个瓦解，这样他们谁也没有能力和朝廷抗争了。可是曾国藩和左宗棠不是私交挺好吗？那李鸿章又是曾国藩的学生，你怎么能拆散他们呢？这个左宗棠啊，是个大有抱负的人，自恃才高八斗，这不是瞧见曾国藩夺下金陵，他心里头不舒服，他上了道折子，请二位太后明鉴。按左宗棠的说法，发匪的右天王并没有死，而是逃到江西去了。可是曾国藩却说右天王死在乱军中，是机心自焚而死。哼，他们到底哪一个说的是真的呀？左宗棠所奏事实，曾国藩为了夺权功说谎话，这是不言自明的。怎么样，这人也不像你说的那么敦厚老实吧？下一道旨严责曾国藩，着其查明右天王漏网之事，叫他将防范不力之援变从重参办。这就等于左宗棠在他老朋友的背后插了一刀，下次发廷记的时候，我就把左宗棠这份抄件给曾国藩也寄上一份，他看了一定恼羞成怒，二人成了冤家对头，我看他还想合股。这就对了，咱们呢不能不防着点儿。这个李秀成怎么回事？我们对他并没有严刑逼供，可他却有意归降，这与我想象中的他大不一样啊。他的路啊走到了尽头了，当然向往着生活了，只不过朝廷不会让他生，也不可能让他去招降旧部，他这样做也是枉然呐。哎，大哥，你是不是想把李秀成的自供原原本本交给朝廷啊？那还得了，历次战斗凡是与我们奏报有出入之处都要修改，否则我就会顶上冒功欺君之罪呀、啊！改写，你看他这个字，没个体，勾柳颜赵全部搭边，谁能临摹得下来？谁能模仿出来？哎，这个不难，我揣摩几天，自己动手就行了。这事儿能找别人捉刀代笔吗？大帅，朝廷的折差来了，豪举到上谕，还有底钞啊。怎么，咱们大帅才封了一个一等义勇侯，九帅你才封了一个威义伯？这不是失信于天下吗？是啊，不是说谁打下南京就封为王吗？怎么又失言了？要不是咱们湘军，哪有大清的天下呀？住口，滚出去，满口蓝言，越来越不成体统。是这个王八蛋，自己立不了功，背后捅刀子，他左宗棠真不是个东西。都是你坏的事，
口口声声说右天王死了，这纸里包得住火吗？这下好，要追究办事不力者之罪，那不正是你吗？我是一等伯，我是太子少保，我是浙江巡抚，我是圣眷正龙，我才不担这个过呢。你以为皇家的封号就是铁打铜铸的吗？别说你我，就是王公大臣、皇族又怎么样呢？端华肃顺，不是说杀头就杀头了吗？早上可以封你为侯，晚上让你入大狱，你就要入大狱。你太不懂得伴君如伴虎的厉害了。我不恨别人，我只恨左宗棠，这混蛋如此不仗义。骂也没用啊，这事儿我们要商议一个计策才是啊。济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他左宗棠不仁，别怪我们不义。他给石大开的那字画，不是还在大哥的手中吗？你左宗棠想给我们脸上抹一把黑，我让你脑袋搬家。掌柜，在，把字画拿出来。是。嗯，快点儿，大哥，走走。犹豫什么？你也太佛面善心了。我来拟折，我要揍他个谋反罪、通匪罪、欺君罔上罪。我也不是没想过要治一治左宗棠，但是我们要想一想，恭亲王为什么把左宗棠奏折的抄件同时用600里加急加寄过来呢？哎，他不寄啊，京中的朋友也会寄来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那不一样，又是家风上谕，又是严责上谕，又是他人奏折的抄件，一股脑混着发给我，这不是疏忽啊，这不合常理的做法，只能叫人理解为是经过蓄谋的。这是要挑起我对左宗棠的愤恨，除此无他。你想饶过左宗棠？功高震主，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。咸丰皇帝明明昭告天下，谁能领兵平发匪、破南京者，必封王。可西太后、恭亲王为什么食言呢？是小气吗？当然不是。无论王侯将相，不过是没有一分本钱的空闲，封个王无损于朝廷，为什么不封呢？心存疑惧之故。可能他们最怕的是曾左李三人联手颠覆大清江山，易如反掌啊。最好的办法是在他们中制造敌对，让他们互相猜忌攻箭，这一手真是相当毒辣呀。你说的不无道理，可也不能放过左宗棠。你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？是你一力保举，这三年中每打一次胜仗，你就保举他一回，从乡办军务升到帮办军务，又升到浙江巡抚、闽浙总督。说这些干什么？他这个人呐，性情捐贱，我从不与他计较。哼，可他的屁股还没揩干净，却来陷害别人。
你听过他是怎么解释曾左的吗？什么曾左？是说大哥和左宗棠。有人问他，为什么世人只称曾左而不称左曾？你猜他怎么说？他说，曾公眼中有左宗棠，而左宗棠的眼睛中无曾国藩。你看看，这狂妄到什么地步了吗？如果现在我出来参左宗棠，那么朝廷就会问，此字画在你手上多年，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来参奏？显见从前是包庇纵容，甚至是同流合污啊，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啊。我这一辈子清明也给葬送了，那不是得不偿失吗？依你，那这口气就这么忍了？当然不，派一个心腹把这幅字画给左宗棠送到浙江去，让他脸上有愧，让他无地自容，他必会感激涕零，不但不会再给曾家为难，他会想方设法再上奏折，千方百计把涂在曾家人身上的恶名给洗掉。能教一个人为什么不教呢？大哥，你的心地啊真是太善良了。哼，你的前世啊可能是佛门大弟子啊。你呢？我我是混世魔王转世。左宗棠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在这里。你来看。你要懂得远权必谤的道理，自古握有兵权而又奸窃利权者，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，并非好事啊。你看这不来了吗？哪有事后报销军饷之理啊？这是抓住辫子要置我们于死地呀。哎，你从来就不听我的话，纵容部下抢掠，怎么样，都来了吧？如果你按照我做人的宗旨去做，将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我想终究是要坏事啊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没有用啊。按大哥的办法治军虽无懈可击，可也没人卖命啊，南京也打不下来。依我看，曾国藩会赦你死罪。不好说，他说了也不算。我是朝廷的要犯，可能要接往京城。我以前特别羡慕陈玉成和曾婉妹，他们在刑场上举行婚礼，婚礼和葬礼合二为一，他们的爱情和人生都是轰轰烈烈的，生与死都震撼人心。我也想好了，万一我们要是被处死的话，我也提出在刑场上举行婚礼。如果我们能活着举行婚礼，不是更好吗？谁愿意拜完天地就下地狱呢？落在青妖的手上，你我说了都不算。我看没有什么生的希望，有你在我一点都不怕，真的。一样。这写的是什么呀？这一句还行，
今已被俘为死而已。下面的话怎么行啊？故知将又接旧，不得已此书遣散之，免枪贼彼此之命，则瞑目无憾。这叫什么话？你想让你的旧部都来投降青妖吗？你以为太平天国的全盛时期还会再来吗？不可能了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能保住我老部下的生命，让他们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。这是我李秀成唯一能做的对得起他们的事了。你轻信青妖？你昏头了吧？当初翼王也是一片好心，怕连累下属，要用生命换将士生还，结果怎么样？还不是上了青妖的当，2200多将士不是全都被杀了吗？况且你跟翼王不同，他是兵败路绝，你为什么要招降他们？他们扶着右天王还能重振天朝。必须把这段抹了。献忠于秦，义丈夫信义，楚肯容人，义而死报。你要投降，你要当青妖的狗。李秀成啊，李秀成，我没有想到你这么软骨头。杨杨，你听我说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恨你，我恨你。大哥，你看，这不是韦天王的玉玺吗？啊，真是一绝呀！工艺精细，质地又好，只是这文字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何时能到的？打破南京的时候我就得到了。哎，没有外人知道，你又陷我于不忠啊！朝廷每遇必追问玉玺的下落，我多次奏报下落不明，你这不是欺君大罪吗？况且此物对我们有何用？迟早是祸及九族的东西。那李秀成他不是给你讲过让你自称皇帝吗？他也当你说了，他倒是一番好意。他说呀，我们手上有雄兵10万，足可以荡平天下。清廷如此腐败，又是外夷，大哥你为什么不黄袍加身呢？你一定会博得天下人的响应，也好振兴华夏，免得再受洋人之气。你动心了？我一直不敢跟你说，老乡营里很多人都恨不得早日拥戴你自立呢。报抄的话不是随便冒出来的，你只是害我，害曾氏一门，害国呀。明天我就上折，把玉玺飞递入京。无论是谁，今后再在我面前提起这个话题的，一律杀无赦。哎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你是个扶不起来的天子，一点都不假。可以说你是个再造大清的人，可他们对你如何？你当了7、8年的黑官，那是什么滋味？你自己知道。咸丰4年8月，你领兵攻陷了武昌，咸丰皇帝是龙颜大悦，给过你一个实缺，署理湖北巡抚。可是你谢恩的折子还没发出去，朝廷又急忙收回成命，后来连你的部下都当了督抚提镇的大员了，
你仍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着，朝廷只用你出力，从来不给你实缺，这是为什么？我是没这个威望，哼，要不我就领这个头了。你，哎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野心了，这是有识之士的共望。大哥，你还记得攻破安庆时彭玉麟送给你的一副对联吗？不要把话说出来。你们是想把我陷于不忠啊？大哥，你来看。东南半壁无主，我攻岂有异乎？你这是干什么？大帅，大帅，大帅，我们跟着你出生入死，为了什么？你今天被人逼上了绝路，你还要一退再退呀？你将来死无葬身之地，也寒了我们大家的心呐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起来！起来！还不肯原谅我吗？我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们处死。你向他们请降，他们未必会放过你。你一生都清清白白的，为什么不要晚节了呢？我并没有请降，我在自述里早已表白了一死的决心。我只不过可怜那些没有希望的太平军将士，不能让他们再做无谓的牺牲了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，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死法。你向曾国藩请求要亲自到安徽招你的旧部投降，他为什么不同意？他是怕你诈降，他怕你东山再起。忠王啊忠王，你要对得起万古忠义这四个字啊，临死之前说几句硬话。我能和你一起死，我已经死而无憾了。我去报恨终生。我原来想学曾婉妹和陈玉成在刑场上跟你完婚，叫他们看看什么是太平天国人。可你太让我失望了，我已经没有一点欲望了。也许我不该给曾国藩写那份自述，我死后他可以任意删改，好与坏都记到了我的名下。我在后人面前留下了亲笔供词，我也许会蒙受万劫不复的冤屈。可是我已经管不了身后事了。你说曾宪在哪儿？汪海洋他们在哪儿？李世贤能不能重振天国？但愿他们能。李秋生，时间到了。
大哥，他来了。狄圣兄，狄圣兄，技高千里，负荆请罪。王兄，知弟知罪。技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也是一品大员呐，这让下边的人看了多不好看。快起来，你们都去。是，起来，起来。有什么话写封信差人送来就行了，有什么必要千里迢迢的赶来呢？哎呀，快坐。你呀，狄圣兄高义，叫弟永生难忘啊。相形之下，我左某人气量小，心胸偏狭，叫狄圣兄笑话了。你这是说哪里去了？你我是同乡，又是至交啊，理应情同手足，互相提携，互相关照，不能让外人看咱们的笑话啊。是啊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一直令我心里忐忑的这幅字画，在狄圣兄的箱子里躺了多年，令我惭愧呀，惭愧。哎，为朋友眼瞎护短是应该的。如果不是你上折参我，我也许今生今世都不会把这东西交给你了。我也算不上什么高义，我只不过想表白一下我的心而已呀。弟远不如狄圣兄啊，堂兄出手是左氏灭门九族的大祸呀。没那么可怕，年轻的时候谁不想出人头地？再说你当时功名无望，有些过激举动也是无可争议，即使知道此事也无妨，你可以说是被长毛抓去的，你也可以说是去探探长毛的虚实，为日后剿灭他们尽力在先，也说得过去呀。蒋义峰等人也写了参劾曾国荃的专折，蒋义峰为了参得时，特地派人到南京城考察了几天，回去以后写了屠城七天、公私财帛劫掠焚烧一空的折子。这个折子要是一送上去，那会比放走一个右天王更要惹恼西太后的，更要成了蔡守奇、朱震合奏的旁证。所以我临来的时候压下了这个折子，好在蒋一峰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，不会有二话。知道你参了我一本，舍弟也是义愤填膺，他甚至想走极端。可是我想两虎相争，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，为亲者所痛，为仇者所快。照理说右天王没死，我们报上去已经死了，至少是个查而不实，任何官员都有权上折言参，本来就怨不得你。可是曾左一旦失和，我们岂不就上了别人当了吗？我不如少权呐，他宁可抗圣命而不去南京争功，为人称道。你看朝廷也没有责备少权抗旨啊。季高啊，说句心里话，我们本来就是受人猜忌的，从咸丰直到同治年间，出了个曾国藩，出了个左宗棠，又出了一个李鸿章，这是时势使然呐。没有长毛造反，没有山河破碎无法收拾的局面，没有朝廷忧虑八旗兵的腐败不堪，怎么会容忍汉人直接带兵啊？我明白，我们不过是在夹缝中冒出来的乱世英雄。现在南京攻克了，长毛的老巢覆灭了，你想过我们的下场吗？狄圣兄虑到了飞鸟尽
梁公藏的结局了吗？不可不虑呀、啊、军饷报销之事已经发出了信号啊。我和李鸿章喝酒的时候议论你是应该封王的了，朝廷不可能在万众面前食言，可万万没想到你只封了一个侯。这便是兆头，虽然我并无封王的野心，但这足以让吴人惊醒了。功高震主嘛，你现在是功业太盛，遭人忌。你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？你说未来中兴大清的功臣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你。那些都是无稽之言，那个时候没有料到李少全横空出世嘛。狄生兄，神所平一，将在得宜，鼎之轻重，似可问焉。啊，鼎之轻重，未可问焉。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？我活了41岁了，不算短了。我有许许多多的憾事，如果真有来世的话，我一定不会让太平天国再犯那10个大错。可惜我没有来世。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了，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曾国藩双手沾满了烈士们的鲜血，为统治集团立下了赫赫丰功伟绩，但他并未得到清朝主子答应的赏赐和信任，相反却引来了朝廷的猜忌和防范。为保善终，曾氏兄弟主动减收厘金，裁撤乡勇，自削兵权，烧杀羽翼，落得个灰溜溜的可悲下场。他们徒劳的一切已经无法挽救清王朝的覆灭和崩溃。太平天国革命烈火燃及18省，坚持斗争14年，定都执政11年，然而内讧与腐败严重侵蚀了革命队伍的力量，最终抵挡不住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疯狂进攻，太平天国失败了。惨痛的历史教训将为后来的革命者深刻汲取。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，但他以不畏强暴、前赴后继、勇于牺牲的英雄气概，动摇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，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，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，为中国人民持续近百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程，直至取得最后的伟大胜利，奠定了牢固的基石。
伟大的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将永远彪炳青史，万古流芳。那么